周六的下午来一点文学气息吧。来到了大直 NOK 中泰乐生活现场，看到真公，他也是这一场新书分享会的主持人。新书的作者就是中信兄弟的周思齐。书的内容是以棒球场的历史以及养护入门为主，他要球迷叫他小周，与球迷进行将近一个小时的对谈，现场欢笑声不断。会后两位语坛人也替现场粉丝签名，看样子有买新书的人还真不少，排队的人潮不断，对于球迷的签名合照来者不拒，现场来参与的粉丝每个人都相当尽兴，还有球迷带来珍贵的收藏，这罐是旧台北市立棒球场当时留下来的红土。最后就用小周的笑容来做个完美的 ending 吧。